主席，我请高委员长。请高委员长。高委员长，今天有没有常常请假到台北县辅选啊？请假到台北县辅选？我最近并没有请假。哦，你没有请假就去辅选了？没有没有，最近并没有请假，也我 okay, 如果辅选的姐夫在选举，辅选的行程哈，我都是利用公余的时间才去。哦，我以为你说你没有请假，你就去辅选。没有，我门前尬了，我是利用公余的时间。你热身一下，你要不要用蒙古话来自我介绍一下？对不起，这个不蒙古话我说的这个没有完全不好，所以很难用这样的自我介绍。好，那你说大家早安了，大家好了。三八六，这个这一句话是我们开幕都会说的。你不是说叉叉叉？不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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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那蒙古，我问你哦，蒙古语的酷勒是什么？蒙古语的什么？酷勒。不要了哈，蒙古的自治区首府是哪里啊？那呼和浩特了，这知道了。你说你这样，你讲的是内蒙古自治区嘛？哈，内蒙古对。对。呼和浩特。啊，你有没有伦飞的股票啊？我没有，我没有，我没有什么，我的那个财产这个登记上面事实上应该很清楚了。对了，我知道了，我知道，我有查过了，你事实上你是没有了，可是你有没有用其他人的？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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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没有在没有在没有在做这个从事股票了。去年涨11根啊，这个部分我完全不清楚，我没有办法完全不清楚。对，那你我老实讲哈，以你的背景家世，然后你政务委员嘛，你为什么不潇洒的辞职，把这个蒙藏委员会委员长辞职，然后让真正具有蒙藏背景的人就是当主委？那个，因为我老实讲，你不觉得说您当这个蒙藏委员会的委员长，还不是觉得很心虚吗？虚虚的吗？那个简委员，这个事情哦，我想跟您说明哈、哦，蒙藏委员会的委员长，老实讲，我充分的了解您的背景嘛，所以你为什么不潇洒的就当政务委员，然后好好帮你姐夫辅选，然后蒙藏委员会委员长辞职给许多真正具有蒙藏背景，他们办理起来不是更好吗？简委员这样说明了哈。事实上，事实上你也很内行。事实上那个对于我这个会被摆在这个蒙藏委员会来服务哈，这个是长官有长官他相关的一些考量啦。那当然，蒙藏委员会的委员长哈，在过去几年、过去几任了、啊、哈，事实上，包括像这个对吗？这个徐正光委员长跟、这个就是、跟那个徐正雄委员长、啊，这个很明显，他们事实上都有做、就是、一种做那个抽佣性的工作。事实上，不是啊。我看您这您台大台湾大学毕业，法律系毕业，然后到美国留学，也没有到蒙藏去，我看也没有去那里进修啊，只充其量只是偶尔去那里一两次，老实讲是也没有很深的蒙藏背景吧。这个部分哦，事实上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已经这个很多年好几任哦，都是由各方面的人士来出任了哈、哦，也已经很多年不是由蒙藏相关的人士来做，因为这个也要找得到相关适当的人呐、啊。你一说蒙藏人士都不适当当委员长，我是说这样的人并不适当的人吗？并不好找了。这样的人并不好找。我如果我是您，我一定说 say no， 然后说这个一定要有蒙藏背景，对蒙藏文化充分了解的人，我相信绝对有啊。您刚才还巴拉巴拉巴拉的说，好哇，这个蒙藏人士在台多少人，然后这有文化背景的人士有多少，然后你帮忙他们推展这个蒙藏文化或者人士来台。你还说了一大串啊，我相信这样子德高望重，